第一步，把这个轴承来这样穿着放进去，固定一下啊，稍微固定一下。哎，就这么简单啊。然后接下来这一边，同理。电瓶要垫在里面，手揪一下 ，OK。接下来，上这个电条连接吧。声音大一点。接下来上这个链条连接板，这四个孔这是一对应的。如果对不上的话，就稍微调整一下。这边是一样的，也是一个链条连接板，四个孔，对应四个孔啊，一定要带齐啊，不要上错了。上面呢